让国服狙击手来打动能有限。这个是狙击枪卢卡斯动能无限，这个是左轮手枪 G358， 是不是很像刚才那款皮肤？对，没错，它就是动能有限。今天挑战和我们俱乐部的顶尖狙击手小雨神来打这把枪，他可是打上过全国第一 Q33 和全国第一卢卡斯的，不是动能无限买不起，而是动能有限更有性价比。好了，该出发了，该出发。你不能用狙，你只能用动能有限，你不能用动能无限。哎，狙死一个，我也杀死一个。哎，狙死两，哎呦，好，我打掉两个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老六。英哥，我真受不了了，英哥，我要起狙了，不行了。去吧，现在起。一打五。牛逼！必通的宝，牛逼！牛逼！啊！牛逼！还得是动能无限呀。